左侧手腕酸痛，左侧手腕酸痛，不应该，正在击打主派的基层呢，在乘胜追击啊，主派基层呢，自从看了那个拜登的，从川普的辩论以后啊，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这几年一直被骗，终于醒悟了，终于醒悟了，终于醒悟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